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黄人。今天我们来种点木薯和花生。现在很多都是用那种机器来开行啊，这种你们有玩过吗？或者你们有体验过这种用牛来开行的吗？我以前有试过几次，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。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，看看我还会不会。以前做过，不过好久好久之前了。我掉了把人推个推往外，不走就不走这个，不走外面个推个外观啊，摸这个点对不对？啊有点难度哦，这种活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都不会了，这种技术要失传了，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。